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您是这里的男子跪坐旅馆走廊，情绪激动，大声哭泣。我们是警察，我知道。好，冷静下来。爸爸是立法委员。警察边安抚男子边了解状况。是有你的朋友还是什么在这吗？你是要来找他？我老婆。男子说房间里的是同事，要他帮忙找老婆，但打开门却是不认识的民众。警方见他讲话颠三倒四，决定带他到柜台联络家属。没想到男子突然拿出不明物品要柜台保管。不是，你帮我收好就好了。原警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注射针头。你为什么要注射针头？问你啊。问什么？问我。从你的后面口来啦，出来的。来啦，你的还有。警方立即将男子逮捕，又在他的背包内查获安非他命、吸食器等违禁品。前往旅馆处理男子滋扰房客事件时，意外发现男子携带毒品及注射针筒，立即予以逮捕。青春专案期间，原警加强旅馆巡访，果然发现违法事件，全案依法一行侦办。记者刘志展、吴义轩桃园采访报道。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，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